听牌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，是不是值得冒这个险啊？当然每个人可以有不一样的想法都没有关系，但我只是给大家一个想法，是说这个要不要这样子玩，有需要啊，我是觉得有需要。为什么？他的想法可能明彦的想法、啊、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讲的这样子，等一下也可以事后问一下他、嗯、基本上明彦来讲，我宁可让你胡、哦、不要让你自摸、哦、对，因为我们的一个想法，对、啊、我们的分差太近了，可以对点或者是放枪这个都可以追，但是你今天一把自摸的话就走远了，就有点远。为什么、哦、乘以三倍。那我今天我的策略也很简单，我也可以为浩文，对，浩文去对点也是可以，因为分数真的也是太近了。对，所以我们常常讲分数太近了，甚至这个比分出不来的情况之下，策略会有很多种策略。好，对，好，林子棋也是个碰碰胡的一进厅咯，相当美哦。对啊，而且这个酒桶常常我们讲就好碰就好吃，但是有较紧的无？无人提呢，对，酒桶没人提，但你来看一下哦、喔。看一下哦、喔，看高董给造出来呗。尤其七筒又断了，没有错。那四五条嘞，是不是好像也没人拿、啊？哦，欧湘俊各拿了一张。对，哎、欸，但是子棋这个时候打这个西风，我会先走这个胜张。三万哦、喔。对，因为你已经打到这个状况之下，对，一进厅，那就是很明显的牌型嘛。那我会保留一个看门的。看门的来，对，那像这个时候也是要打，打哈，对，只要终究是要打了，没有错，终究是要打、嗯，因为你的牌路已经出现了，对，没错。那你自己想让你自己的伸张早一点走，你就是不要思考太多，就是、早走不如晚走不如早走了，对，没有错。那浩文这边呢，已经算听牌了，中洞二万哦。哦，好像也不错、哦、啊，二万碰死了林子棋。好、哦，碰碰胡、哦、成型，碰碰胡的嘞，各有一张，没有错。那朱大哥也有讲，落后太多是应该采取这个防守的打法，但是现在就是没有落后太多，你还是要且战且走，一定要进攻哦。好，碰碰胡。四五四五，我跟你讲，数字对，但是回操不对。那下一张可能就要中了。那明艳这边保持一静听哦，浩文是这个浩文二万摸起来就大家都生气了。哇，这个摸一个让大家生气的牌。我跟你讲，这二万只剩一张而已。下车了啦，绝张。一楼掐啦，一楼掐，碰给一手楼掐啦。你楼掐，真的吗？转牌啦，不要说楼掐，转牌转。再转，好吧，那就再转一下吧，因为二万呢已经碰断了，对，剩一只绝张哦。浩文也许四五条有没有想，可能牌型没那么美啊、哎。对啊，没那么不坚持了啦，不想让大家再转换一下。对，那明艳这边想一下，哇，跟打这个一条哦，哦哟，听牌又转回来，但是呢，听这个对倒几率大了吗？看一下，七万是灵芝草，但七条还有七条，七鸡，哦个七鸡啊，跟刚刚的二万一样，一比一系列，哇刚、哦哦啊、上碰碰胡自摸、啊，不可思议的来了，还有东风，哇，这个多台了，哇，塔塔呗，这会归台被台，关键的时刻啊，这个大牌杠上自摸。对其他三家选手的影响会很大哦，因为这个分差会有一点距离出现哦。对，这很关键的一把、啊。对，大概差距可能要到七千分哦。看一下如何？如何？来，现在林子棋已经是37600分，欧湘俊31000分，其他两家都已经到水下了。所以第二名的欧总裁欧湘俊跟林子棋差距就有6600哦，但是66大顺、啊，我们还是要讲，大家都还有一个庄哦，对，庄在手啊，希望无穷。